第一管区合并了后，阮的台南县家畜疾病防治所升格做动物防疫保护处，这一冬来交出了一张真水的成绩单。不只是把掠流浪狗这项工作由农业局专门来处理，同时也连续六冬拢通过 ISO 9001的认证。我们人少，含五都上面来比，我们人少，经费少，什么都少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成果是去年在收容所是得到特特优的。台南台南市吼率先，甲环保局这个业务移到农业局吼，啊，咱嘛和农业局吼啊去考试吼，招考几个40几个嘛，44个啊专门抓狗的这个人员吼，来负责这个工作。那换一句话讲呢，未来对流浪狗、流浪猫，按抓、按收容、按认养，种种。拢是农业局一贯作业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安尼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会当甲工课，哦，做甲无缝接轨，会当做较好势。这个 ISO 的认证啦，吼、哦，咱动物之家已经连续几年，连续六年哦，96年到101年，吼、哦，拢得到啊9001啦，吼、哦，9001 ISO 认证，啊、哦，每一年拢通过。换一句话讲呢，就是讲咱动保处的这个针对啊，这个流浪狗、流浪猫的这个收容啦、吼、饮用，甚至防疫、禽流感啦、吼、瘦肉精的检验种种业务，也是得到这国际级的认证吼。对我讲，连续六冬得到国际认证，按去年开始，咱台南市嘛推出了为流浪狗找头路这项工作。在成功减少流浪狗的数量之外，直接认养流浪狗去各市场的业者就讲，伊也因此省了一笔钱呢。那去年呢，我率先提出讲吼，是毋是会当经由训练了后吼，来媒介吼做媒人，送予这个啊畜牧啊咱的畜牧吼，伫这个农家，也是讲饲鱼啊、鱼温啊吼，诶这个渔民，甚至工厂吼。算讲替流浪狗找头路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就我了解数字是，成功替着咱只狗吼找头路1000几只啦，吼、哦！啊，1000几只。啊，去年几年冬天呢，无论狗无论猫，因此吼、哦、引起市民的这个注意重视，啊，认养的有达到3010只，哦，成长的比率是51%啦，啊、哦，所以因此得到这个中央的肯定。哦，甲咱评比第一名吼、哦，我想这是有真好的这个啊基础的吼、哦。这个会使讲推动这个工作到吼、哦、是非常成功啦。我一个月就升7000安尼，哦，保全就升7000啦，咱请保全就爱每月就交7000。啊，非你训练的狗吼、哦、非常敏感啦。好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太用力了。三五转。画面上，观众朋友所看到的塞车、跳壳啊、跳绳啊，这几只狗啊，拢是流浪狗训练的。只要对狗啊付出爱心，伊就袂变心，伊也是你上界忠心的朋友。今仔日去咧看狗啊表现了，看了感觉安怎？拢真好水啊！哦，像这拢流浪狗呢，啊，这拢流浪狗呢，啊，我想这拢真好水，哈，训练一下，啊，伊不只是哈会当发挥功能啊，哈，包括看守这个低调。养鸡场、吼气温啊，吼甚至这个工厂、吼警察局，伊有法度通发挥这个啊、安全的这个功能以外，其实这狗仔的面含囡仔做伙，其实嘛是一个真好的这个生伴、吼囡仔伴，会当提供予囡仔安全感，提供予囡仔吼去疼惜动物，自细汉培养这款的感情，其实真好啦吼。
啊，这狗来到这个动保处了后，我拢会甲洗、甲消毒、啊、甲训练吼，啊，袂咬人，啊嘛袂传染病吼。啊，只要安尼落去吼，我想大家拢会当来发挥功能吼，咱这个问题够能解决。啊，即马他是假做些爬虫虫的药啊，他会放在酒池的不是？哦，那就是烟囊嘛。烟囊，啊，我久会变啊。伊差不多十天左右就变啊，就变糖啊。啊，糖料吼，伊有经过数次的关键就脱皮，哦，脱皮了，爱就变开始变用用就放出来。啊，这个的话，当然即马这个时阵咧热的时阵，它最多它一年四季都可以放。伫个台南市政府保护流浪狗的决心之外，赖市长嘛参观了动物之家的蝴蝶生态园，并且表示讲。未来伫这个所在也引进灰金菇，成为学校户外教学一个正好的场所。